打造北大爱南六堆，大爱三乡运动会从去年开始恢复举办，今年由北埔来承办这项活动，并由迎娶慈天宫母火点燃运动赛事圣火传递的仪式，也为10月26号的运动会起跑宣传。26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大爱三乡运动会的部分，那我们也邀请了全台湾客庄地区都一起来参与。那活动的部分，除了我想田径赛之外，那还有一些趣味竞赛啦，传统的一些民俗活动之外，那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年增加了这个传统的客庄博弈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四色牌以及我们这个叠山屋、压军马炮等等，那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我们的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参与。大爱三乡北埔峨眉宝山联合运动会暌违40年，去年由宝山乡重新举办，今年由北埔乡公所扩大举办，为期2周的大爱文化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系列的活动，我们让过去在客家庄开垦的历史文化的团结保乡，这样子的保护家乡的精神可以流传，在现代的生活之中。那这次活动借由文化展以及包含运动会以及路跑还有音乐会系列的活动，也欢迎各地的乡亲朋友来到大爱三乡来客庄，来共同的来体验参与活动。除了10月26号三乡的运动会，还以一系列的活动形态呈现。10月19号首先登场乡长杯电竞比赛，10月20号还有国际音乐会，邀请全国民众一起见证盛大的文化活动。记者万世莲采访报道。